大家好，我是董亚。刚才买一些牛奶，买了一些猪肝，然后放冰箱里被冻住了。等会儿把水烧开，让它化一下。牛奶这两天的状态吧，还行，看着比以前也有精神多了，但是后面具体恢复呢，还是得靠他自己。如果说恢复好的话，就可以出院。牛奶，牛奶，你又趴里边了？我这一趴，哎呀妈呀！啊？因为这两天天比较热，所以说把牛奶身上的衣服给脱了。牛奶。牛奶最近看病也是，受罪了，每天都要打针打吊瓶，他的腿上现在已经被扎得面目全非，看着就有点稀。牛奶，快点看好了咱就回家，啊，加油，好吧，你是最棒的。牛奶，你又在那趴着干嘛呀？等一下，有点热。牛奶，牛奶，又闻到香味了是吧？啊，又闻到香味了。
为牛奶这个腹部问题，腹部有点积水了，而且呢，它这个也不能吃太多的这个干，猪肝的话，给狗狗吃太多的话也不太好，所以说就给它吃一点。牛奶，你看吃完又趴下了。
啊，对，没算你的蛋白。哦、嗯，会艰难啊，主要是可能简单费用今天是做了一下。不差的时候呢，就相对来讲便宜一点。啊，但区别不是特别大。行好吧，挂。你还用一碗饭都在改。行好。后面我们再换的话再给你沟通。行好，行啊，谢谢陈姐，谢谢你。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。